大家好，我们是最近好什么？今天我们要玩的是，哇，你说什么？玩法就是一个人戴上耳机，看另外一个人嘴型，猜答案是什么？耳机的音乐会放超大声，所以猜题者什么都听不见。像这样。哦，太大声！计时开始，在干嘛？等一下，你有地头？不是，你有地头？你有怪癖吗？低头。你你离？你有离头？快点啦！我输了，快点！什么狗屎脾气！你有怪癖吗？几个字啊？你有怪癖吗？五个字。好。你有怪癖吗？你有怪癖吗？第二局计时开始。Yes, sir, sir. 你这样丢我怎么吃？你这样丢我怎么吃？你这样丢我怎么吃？你结束了，输定了。你这样丢我怎么吃？你这样丢，你这样做，我怎么吃？你这样做怎么吃？你这样丢我怎么吃？你这样做我怎么吃？快对了！你这样丢我怎么吃？你这样子丢我怎么接？太好了，放心喽！你这样丢我怎么吃？你这样丢我怎么吃？你这样丢我怎么吃？你这样丢怎么吃？第三局计时开始。客人就会卤豆腐。客人就会神奇宝贝。客人就会请他喝酒。然后客人就会请他喝酒。客人就会请他喝酒。神奇宝贝八加九。客人就会请他喝酒。客人就会来喝酒。客人就会请他喝酒。客人爱玩推牌九。字数不对。1、2、3。客人就会请他喝酒。客人就会喜欢喝酒。不是，这么有自信。客人就会请他喝酒。客人就会请他喝酒。48秒。第四局计时开始。放屁啵啵啵。放屁啵啵啵。好臭。结束了。屁白痴9秒。9秒。结束了，秒掉了。好，计时开始。第四场水淹金山寺。停靠。屁啦。错。太快。7秒秒杀。屁啦。杀你。太夸张了。妹妹绵汤圆。屁呀！我有换音乐，因为我用的是这款 MS6T 耳机。这个耳机最特别的就是戴着也可以听到四周的环境声，像我运动的时候就戴这个，边听音乐也不怕听不到外界的声音。而且还有自己的迷你充电盒，从出门到现在都还有电，放回去就自动关机，超方便。重点是戴起来不容易掉，还很舒服。最厉害的是耳机，不是你吗？对吗？今天的赢家就